我们再次奢侈一下啊，这个是来自莫桑比克的野生的玫瑰龙虾，这个它是野生的，带贝壳的，肥不肥？一会儿咱们见证一下，满膏满黄，一定要给个双击啊！这个特别鲜，生吃也好吃。蒸熟了，肥不肥啊？咱们见证奇迹啊！满膏满黄。一定要双击啊，大肉。